会杀死了美梦。生活难熬，值得起诉。终日在废墟上喝酒，他还能做些什么？又不是一个人的失落，他花光了所有积蓄。把你裁决是人间炼狱，天堂瞬间成了假象，未来再没对他善良，他还能做些什么？又不是一个人的失落，当初是谁？